香港这么美，这么快就走，真有点舍不得。哎，你又不是这里出生的，有什么好留恋的？你又来了，爸爸，我说有点舍不得嘛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就算不想香港啊，也可以想着香港的人呢。妈妈，你说的是姑妈。放心吧，要是姑妈想我们，可以随时买张机票来看我们的嘛。嗯。妈妈，你真的和爸爸离了婚啊？那我们到了美国不住在一起了？我会常常去看你的，傻孩子，你爸爸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了。啊，是不是这个？你从哪儿找出来的？哦，我在姑妈家里帮你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在一本书里找到的。阿寻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认识这个女人了。爸爸已经跟这女人分手了。哎，爸爸，你干什么？她很漂亮，很好，为什么？为了一件大家都不能原谅对方的事，以后不要再提了。最近家里发生这么多事，心里真是烦死了。哎，希望过了这个节，一切就顺利了。哎，妈，怎么郝姨不来啊？她没什么事吧？她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，我才担心。她不但很少说话，就连眼泪也不流一滴。郝姨这一辈子的希望都寄托在厉生的身上，现在弄成这个样子，她当然伤心了。一个人突然承受这么多痛苦，我真怕他受不了啊！唐立生说他自己是孤儿，没有家里人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警官，我没有弄错，麻烦你替我们再冲传一下。记录册上没有你们三个人的名字，犯人又不肯见你们，就算我再传达十次也没有用，你们回去吧。润好，干什么？向海的车就在前面。我是他妈妈，他不可能不见我，他一定会见我的。你别这样了，郝姨呀，你冷静一点，郝姨。你们为什么拦着我去看我儿子？我一定要见他，你放手啊！郝姨呀，你别这样了，他不肯见你，可能是他觉得内疚呢。他真这么忍心，连他妈妈都不肯见？现在是过渡时期，他是一个深爱他的女人受了这么大的伤害，他自己也很难受。过段时间他就肯见你了。润好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人的一生当然有好的时候，也有不好的时候，老天也不会看错的。那他给过你开心的事，接着又给你点不开心的事，或是到头来给你更开心的事呢？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要我儿子，你们明白吗？在照超声波的时候呢，看见胎儿的心一跳一跳的，手和脚一动一动的，好可爱啊。啊，阿雪，你怎么了？阿雪，去，又抽筋了。立生，抽筋了。雪，好像有人在叫我。阿雪，对不起，打那个绝情郎，让你有灾不会挡；打那个负心汉，打那个负心汉，我打你。梁友啊，要不要这么用力呀？他这么对任豪，我不用力打他怎么出这口气呀？嘿，你先拿着。哦，打得我出了一身汗。喂，你打得出了一身汗呢，这里这么凉，小心着凉啊。我已经火冒三丈了，什么都能烧得着了，还会着凉啊？来来来，拿着。哎呀，你打了一个钟头，手也打累了，我来打吧。打你个梁上人，打你别下等人，打你这个梁上人，我打你梁上人，打你个梁上人。文娟，文娟，打你个下等人。哎，你说上人会不会用润好来做借口，想跟他的前妻复合呢？哎呀，对呀。
那说不定他们已经复合了呢。他们这次诚心演出戏来骗我们，不然怎么走了这么多天也不打个电话回来呢？哎，啊，真可恶啊！我们失策了，居然听他的，被他给骗了，说什么带女儿回去看病啊！岂有此理！你个该死的，可恶啊！你真可恶啊！你真可恶啊！哎，文娟，文娟，哎，你的火比我还大呀，真是的。要不是这么发泄出来，我就快气死了。哎，哎，男人呢，平时对他千好万好也没有用的呀，到需要他的时候，连个人影也没有了。这种男人没有用的，不用想他了。你现在也明白这个道理了吗？那你当年扔下我自己溜了，已经过去了，你还提他干什么呢？现在我们两个的仇人就是他呀。哎呀，山高皇帝远呐，我们也没办法嘛。现在最要紧的呢，就是怎么帮任好平静下来。看他整天这么闷闷不乐的，我真怕他活不下去呀。哎，大吉大利啊，润好吉人天相，怎么会死呢？喂，我们带他出去散散心好不好？啊啊，离开这个伤心地呀，他的伤口也复原得快一点吗？好主意啊，但是带他去哪儿呢？大路啊。哎，他好不容易才出来，又带他回大路，那会触景生情的。嗯，那倒是。那你说去哪儿啊？我不知道了。让我说呀，啊，文娟，前几天润才不是打过电话来吗？说送两张机票给我们过去跟他一块过年的，那就去加拿大好了。喂，你不是说润好命壳润才吗？怕不怕火星撞地球啊？我随便说说的，没那回事啊。那去加拿大好啊，离美国又近，万一上人回心转意了，那就叫润好去美国会情郎喽。这也好啊。喂，不知道润好肯不肯呢？我们几十年的功力，出软功，不行就出硬功，硬功再不行那就装死功、病功，随便一招准会中的吗？嗯，这也好。喂，我们一起发功，一起引他上飞机。哎呀，上厕所这么半天也解决不了。哎，任好，一个人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什么也不大畅通了啊。我熬了霸王花蜜枣瘦肉汤啊，一会儿你多喝几碗去去火。哎，外公，外婆，哎，放了这么多年的皮箱还挺新的呢啊。哎，啊，喂，老板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一个皮箱够不够啊？我看再买一个吧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外公，外婆，你们拿这么大的箱子去哪儿啊？是啊，啊，去哪儿？那我和良友呢，想去加拿大看看我们的儿子和那两个孙子。哦，你们的意思呢？啊，润才移民这么久了，你们当然惦念他了。应该过去看看他们。是，况且旅行呢可以使人心情开朗的。哎，要让我说是不好啊，现在那边冷啊，-20多度，等了开春暖和了再去吧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冬天更好啊，有雪景看嘛。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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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最喜欢和良友到那儿去玩堆雪人呢。是是是是。哇，你们两个加起来150岁了，提着个行李又冰天雪地的，多不方便呢。不方便也要去啊。喂，小安啊，记住，你回公司请假陪我们去啊。陪你们去，我也很想去，不过我下个礼拜要上北京啊。海哥去啊，海哥自己的公司，时间好商量嘛。本来是可以，不过公司现在有个新工程，我不能走啊。是啊，是啊。福哥你去吧。啊，我啊，不行啊，三多最近的业务繁忙啊，不能走啊。哎呀，大不了我出钱请你们一家去玩。乐乐的学业繁忙啊，也不能说走就走啊。是啊。可惜三多没有我和彪炳呢，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。不然呢我也很想润才，我也很想去。不是的，润善，你整天这么忙没放过假。这样吧，你去吧。一来呢你可以去看看润才，二来呢又可以陪陪老爸老妈啊。我以三多老板和你老公的身份，我放你的假，你尽管去。我不去，我怕冷啊。你们到底怎么了？又不是叫你们去开荒，叫你们去旅行啊。真是的。哎呀，姑爷啊，你先别生气嘛，他们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的。哎，阿荣啊，啊，他们不去，你陪我们去吧。啊，
我陪你去。嗯，不行，我跟你们两个年纪都差不多嘛，而且我去也没有什么作用。哎，你找别人去吧，小姐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一个个的平时好像挺孝顺的，一有事儿呢，一个个的都像吃了泻药似的，左泻右泻。我们老了是非常招人讨厌的，总之我们到了那边平安无事的话，我们就不回来了。哎，你说的对啊，我们到了那边就不回来了，情愿客死异乡也不求他们。哎，老爸老妈，你们也不要说这种怄气的话，他们不陪你们了，我陪你们去啊。叉烧饼啊，别那么多事了。我怎么了我啊？哼，姐夫啊，你会错意了，他们今天演这出戏啊，无非是想逼我上飞机啊。任豪，你没吃饭吧？我特地给你留了一只你最爱吃的鸡腿，吃着鸡腿啊，好不好啊？不好。不好。那你要是不想吃鸡腿呢，老妈给你煮碗面吃好不好啊？不好啊。就因为看你不开心，我们才想带你去旅行的，散散心嘛。你乖乖的听话好不好啊？不好啊。有什么好？哎，你什么都说不好，那我们要怎么样你才说好呢？哎呀，你们闭上嘴，我就说好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这么野蛮呢？哎，润浩啊，你这样下去啊，会闷出病来的。是啊，那你现在呢，大便不畅通啊，就是因为你心情不畅通。如果你出去旅行旅行呢，那你就一定会身心都畅通了。给我们去加拿大吧，离开这个伤心地不好吗？哎，不好就是不好，你们知道自己的事。那边是冬天，一个怕冷，一个有风湿，到了那边岂不是受罪？我们这把老骨头啊，不用担心，顶得住的。爸，你们别好像多伟大似的要为我牺牲啊。那你有很多年没见过润才了，你不想看看他吗？不想。哼，二哥润才一看见我就不舒服了，他是你们唯一的儿子，万一他有什么事啊，这个罪我怎么背得起啊？喂，你别看我们低声下气的就得寸进尺啊。你润浩啊，你们姐弟三个呀，都是我们亲生的，不分彼此，我们都一样的疼爱。爸，你说的很动听啊！啊，你要真疼我、关心我的话，就不会在我那么小的时候把我卖给别人。你们心里只有二哥润才，你们要去看他，你们自己去吧。哎，哎，你，哎呀，你说这是女儿对我们的态度吗？我们以前是对不起他，别管他了啊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当年我们是迫不得已吗？如果因为这样他就拿把刀来乱插我们，我们就任由他插呀？就算他烧铺子也要让他烧了？你，哎呀，任由他插你吧。阿七。咦，妈，不是去饮茶吗？其他人呢？三小姐还没起床呢，我们哪敢走啊。喂，梁友啊，起来吧。大家都等着你呢。哦，起来起来。哎呀，我的头怎么这么烫啊。我还火呢。你看看天佛天安呢，已经到茶楼去找位子去了，你们三小姐都起来了，你还不起来？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，不要发火了。哎，老的也这样，小的也是这样，我真不知道欠了你们什么了。哎呀，你要等不了你就先走吧，我们又不是没去过那家酒楼。不要一大早就吵得鸡犬不宁，给我留个面子嘛。那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啊？三分钟，三分钟，三分钟我就能出门口了。爸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又不是赶着投胎，我等你，你别急。哦，乖乖乖乖啊。我懒得跟你们说，影响我的食欲呀。那好了，你们慢慢的啊，我和润山先走了。别着急。润豪，润豪，等等我呀。爸，你叫我啊？
你能不能走慢一点呢？爸，我已经走得很慢了，你怎么了？我觉得头晕呢，可能是感冒了。阮燕姑不行，又来装病啊，没用的。我说什么也不会跟你去加拿大的，你要去看你的儿子，你自己去吧。润豪，润豪，哎，你千万不要误会我，老爸当年的环境不好，才逼不得已卖你的。其实老爸的心里真的舍不得。哦，那你们为什么不卖大姐，不卖二哥，偏要卖我呢？我知道，因为大姐可以帮你们，二哥润才是你儿子，而我在家里呢，什么价值也没有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这么说呀，润豪。大姐和二哥润才可以上学读书，和同学一起玩，而我呢，从早到晚，又洗衣服，又煮饭，又劈柴，才能喝两碗番薯粥。冬天呢，我的手脚都是冻疮，一沾水就疼得我死去活来。而大姐和二哥润才有你和老妈疼，他们就那么幸福和快乐。永眠和红杏一次又一次地给我痛苦，我都可以熬过，但是老天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这次一定要抢走我的儿子。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的心里很疼你的。哎呀，哎呀，爸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爸啊！你干什么？我的头好晕呢。哎呀，爸，我只是随便说说，我知道你和妈都很疼我，你要支撑下去。哎呀，计程车，我送你去看医生，我现在马上送你去看医生。韩雪姨拿药。爸，你刚才在街上晕倒，真是差一点吓死我了。爸爸因为担心你夜里常常失眠，又有点感冒。爸爸知道欠的你太多了，将来慢慢的补偿吧。不用了，只要你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们这次去加拿大呢，其实我们也不是想去看润才的，只是呢想带你出去走一走，散散心。而且加拿大和美国又那么近，过一段时间魔使呢会回心转意的。不过我们也知道你最疼的就是李生，就跟爸爸疼你一样啊。你的心情爸爸很明白。有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儿女？李生是我的命根子，但是他弄成这个地步，我也认命。这样吧，你不喜欢去加拿大，那爸爸带你到日本去购物好了。不要。要不我们到美国去看看双双吧，好不好？总之你喜欢去哪儿呢，爸爸就陪你到哪儿去。啊，哭什么呀，这么大的人了，多难看呐。对不起，爸。对不起这句话应该是爸爸跟你说才对。爸。梁友怎么样？爸，你怎么样啊？你看了病没有啊？看过了啊，没事没事。医生说爸呢睡不好又感冒，所以就晕倒了，不过打了一针没事了。哎呀，没事就好了，我真被你吓死了。我们在酒楼等了好半天也不见你们来，我们都担心死了，原来真的出事了。是啊。妈，你们到加拿大去看二哥润才，你帮我买张机票吧。
干什么傻呆呆的啊？我们一起去吗？哦，啊，良友啊，原来你出了病宫这一招啊！也不早点告诉我，弄得我们虚惊一场。妈，你们那边很晚了，你们还不睡啊？别那么兴奋了，不养足精神啊，明天怎么到迪士尼坐船呢？喂，小姐，那边很冷的，多穿点衣服，小心着凉啊！听见没有啊？哎，还有啊，妈，哎，您别学那些年轻人去滑雪呀、啊。是啊，是啊，妈，我看你和老爸在门口堆堆雪人就好了。哎，给我，我来说。我来说。喂，外公，我天福啊。哎，两老加起来100多岁了，还什么都抢着玩，就像老顽童似的。哎，看你儿子和孙子啊，自己多大年纪都不记得了。哎，对了，润善，润好的心情好点了没有啊？哎，听他的语气呢，好像是好了点儿。不过感情的事哪儿那么容易放得下？哎，希望双双能开解他妈妈就好了。嗯，好了，早，老板。早，福哥。哎，还搞这么早啊？咦，三多没咖啡喝吗？哇，要喝黑咖啡，你有心事，要不要福哥给你开解一下啊？啊，不是，最近太累了吧？哦，累就喝。当然累了，哎呀，快坐下吧。哎，昨天夜里3点多还没睡呢，现在9点就要起来上班了。小海啊，哎，平时也不觉得你这么憔悴啊，是不是阿贵不在没人帮你啊？啊，嗯，不吭声就是默认了，没有干姑姑不行，是不是？没有谁也一样活着，只不过公司呢最近太忙了，什么事都堆在一起。喂，各位早啊。哎，阿琼啊，你偷懒我可抓着你了啊。啊，偷懒是不是？不是啊。你说什么呢？人家琼啊一早就打电话来了。是吗？哎，阿琼啊，哎，你去求签求的什么签啊？姻缘签怎么说啊？哎，我的姻缘啊，说来就来，挡也挡不住，不用求的。反正我妈给阿贵求了一支姻缘签啊。啊，什么？那个解签的还说阿贵今年红鸾心动啊。真的啊，阿琼？是啊。哎，现在已经年底了，可能是粽子嘟嘟。佩服你。阿贵要不要啊？只要他肯嫁，就有的是正经的男生来娶她了。啊，先不要说别人，就说亚楠吧。哎，可能亚楠要求婚了。嗯，哇，海狗喂，这次真是兵临城下了啊！你胡说什么？不出一个月啊，我们准会收到红色炸弹了啊！有喜事了。啊，我上班了。开个玩笑都不行啊？不是，我的车拿去修理了，我怕叫不到车嘛。我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下海啊，小心啊！下海，这么巧啊！是不是回公司啊？顺路啊，上车送送你。小海，看你样子很累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对了，怎么这么早到这里来？啊，刚才和客人去马会谈生意。公司的生意很忙啊，好像很忙啊。阿贵说的，应该好好的赚钱了嘛，不然的话，将来怎么样养妻活儿啊？喂。阿贵啊，我正在路上，快到了。如果有人找我呢，请他再等10分钟啊。啊，你胃痛啊？那准是昨天吃拉沙吃多了。要不要给你买点牛奶回来喝啊？吃了早点没有啊？吃了，我还帮你买了一份呢。那正好，我刚才啊只顾着跟客人谈生意，什么也没吃。对了，你干妈昨天有没有说我什么啊？说你？谁那么无聊说你呀？你以为自己真的那么招人喜欢？我想应该是啊。昨天啊，那只豆芽鸡你干嘛全都吃了啊？我当他说话了啊。啊，向海啊，你在哪下车啊？你就在这下车吧，我想买点东西。啊，拜拜。喂，阿贵，你怎么不说话？
哦，没什么。你和向海在一起吗？啊，刚巧碰上了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亚楠，我有很多事要办，你回来我们再说吧。哦，好啊，拜拜。吴小姐，哦，那些文件都签好了吗？哦，签好了，谢谢。艾薇呀，啊，你刚才有没有听见我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很肉麻？不是啊，恋爱中的男女当然情话绵绵啦。没什么事，我先出去了。向海啊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喂，向海。啊，啊，我在想事情，你再说一次。向海呀，你最近怎么老是神不守舍的？现在公司大难临头了，你看这么多职员都要辞职了。哎，大帅，你负责人事，你解释一下。哎呀，打工的谁给的工钱高就跳到谁那去，是很正常的吗？啊，你们一个个的都是翻脸不认人的，年底拿了花红就走了，公司对你们还不好吗？一赚了钱马上分花红给你们，一个个都不讲义气，都不是人。嗯，你发火也没有用嘛，慢慢想想办法嘛。怎么想办法？年底那批货呀要马上出货了，客人不能等了。大山，你手里拿什么？哦，我也打算递辞职信的，不过现在算了，留着折飞机算了。啊，连你。嗯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全公司只有阿贵是福星，你为什么放他走啊？那现在财神到门口了，却没人去接。你别把阿贵说的那么重要，行不行啊？他办事是快，但是快并不代表好，越快越容易出错。大婶辛苦你了，解决办法只有一个，你加班吧。啊？干什么？你们公司有事吗？那几个人呢？一个个的都算好了，拿了花红，拿了工资，做完这个月就溜了。啊？徐先生的那个工程一直都是庄森负责的。这个是个大客户，不能得罪的。谁不知道啊？哎呀，我现在真想做齐天大圣呢，拔一根毛，呼，就有几十个小猴子来帮我。我还以为你想像齐天大圣那样翻一个跟头呢，就十万八千里，不管四海了。哼，我真想啊。哎，可是跟了刘先生这么多年，也是有点感情的。但是他也别把我当成十八二十的嘛，我真熬不了了，熬夜通宵啊，就病了一个礼拜啊。哎，对了，怎么今天突然约我出来吃午饭呢？我突然之间觉得很想你，是不是啊？而且我们公司呢也上了轨道，没那么忙了。我觉得你走得很对呀、啊，那工资又高，职位又高，工作量又少，还天天对着个男朋友，哎，所以我有时觉得自己不走呢，真是自作自受。算了，大婶，尽了力呢，能做多少是多少，慢慢做吧。不过你们大家要保重啊。哎，怕就怕我的身体熬不了多久，那公事那一大堆，谁也帮不了我，难道老板帮你做吗？他自己都自身难保啊。下雨了。是啊，这怎么办？我遮雨。贵啊，你站这儿干什么？我看紫罗兰很漂亮，所以就多看了几眼。我叔叔来了，回去给你介绍介绍。哦。方先生喝茶。好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阿贵，嗯，用毛巾擦擦头，别着凉了。哦，行了。哦，原来是吴小姐啊，好漂亮啊。啊，我听纳杜说过你了，未来的儿媳妇啊。我跟纳杜呢几十年的朋友了，我把亚楠呢当成自己儿子啊，都是自己人嘛。今天晚上一块来吃饭吧。今天晚上？是是。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晚上约了人了。哦，不要紧。那么下次了，我下次有点诚意早一点约你。方先生，你真会开玩笑。阿贵啊，嗯，不要紧，下次再吃吧。你先出去吧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亚楠，我买了花旗参，我去帮你泡一杯吧。
亚楠呐，你爸爸很希望你快点成家立室。你什么时候请方叔叔喝喜酒啊？干什么很奇怪？喜不喜欢？嗯。你干嘛买这么多紫罗兰送给我？希望你开心。刚才在楼下的花店，你说你喜欢紫罗兰吗？所以你就买来送给我？就这么多了？你要是觉得不够呢，我在马来那边还有个温室，我可以种满了送给你。啊，对了，你家里还有个花槽啊，我帮你种。哦，不要了，我怕蚊子。不要紧，我可以把花放在我的房里，什么时候你想看，我就拿过去给你。亚楠啊，你别对我这么好了，你做任何事情都替我着想，你让我觉得我自己很自私。其实自私的人是我，我想自己开心。我看见你开心呢，我就开心了，你就让我自私一点吧。对了，你真的不跟我们去吃饭？我今天晚上真的约了人了，要不……不要紧，下次，改天吧，改天我们去看炳哥，他这么照顾你，应该去看一看的。到时候我可以做我的拿手好菜豆芽鸡去孝敬他，好吧？好，改天吧。有没有搞错啊，大婶？资料都没给我。放在哪儿呢？你找什么呢？哎，瑞善，乱七八糟的。哎，那本黄历放在哪儿了呢？哎，是不是妈他们带走了？你是不是开心的疯了？那本黄历 放在观音台的下边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对，老婆，你说我应该送点什么给未来的干妹夫好呢？哎，钞票呢，她有的是。我想呢，就送个垛子佛给她，好不好？你小声点啊！八字还没一撇呢。这什么没一撇呀？不到一个月，鼠年就过去了。如果现在开始筹备呢，已经很……向海，老板善意，我们吵醒你了。我都跟叉烧饼说了，让他别那么早做梦了。不怪老板，我忘了带资料回来，现在跟公司拿。哦，这么晚了，明天回公司再做吧。啊，没关系，辛苦也就这几个礼拜，过了这个月就没事了。哎，阿贵啊，大婶啊，我帮你冲了两瓶花旗参茶，放在冰箱里了。最近你们太忙了，喝一点去去火吧。哎，谢谢你啊。我给荣先生也留一点吧，他最近呢也很忙啊。难得你主动来陪我加班。对了，麻烦你帮我把冷气关小一点，好冷啊。啊，冷气已经开的是通风了，再小的话，我怕空气不流通了。啊，你，大婶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冷啊？哎呀，我现在真的熬不了了。哎呀，啊，原来12点多了，怪不得呢。哎呀，我要走了，我再不走真的要生病了。不过，你先做完这几张单子吧，他们明天赶着要的。哎呀，他们又没给你工钱，你这么认真干什么？你也走吧，你明天还要上班呢。不要紧的，我一点都不累。要不这样吧，怎么？你把钥匙给我，一会儿我替你锁门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样也好。你锁好门，小心一点啊。哦，哎，所有的职员都像你这么有感情就好喽。这个荣先生啊，真是不识货啊。哦，对了，大婶啊，我今天晚上是来帮你的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呢。你也知道，免得多事嘛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大不了就说那些花旗参是我冲的，行了吧？嗯，那你也别做得太晚了啊。我先走了，谢谢你啊，小心一点啊。Thank you.
是你。我来找大婶的。你这么晚了还来帮我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。你以为我那么无聊啊？你不知道我多忙啊，我才没那么傻呢。我又没有工钱。阿贵，太晚了，我要走了，公司有很多事等着我做呢。钥匙呢？钥匙。阿贵，我知道是来帮我的。我说了不是就不是。当年是你叫我辞职的，我才没有那么傻，还来帮你。阿贵，阿贵，阿贵，等等，等等。不要撤！你好讨厌呢，阿贵呀，你来，你回来，我公司帮我，啊，阿贵，你回来吧，你回来我身边吧，你去跟他说，说你要留在我身边。你发什么疯啊？我不明白你说什么，我跟你无话好说。阿贵，你听我解释。不早了，我没时间了，我要回去，娘娘会打电话给我。不要听阿贵，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，我们容纳不了第三者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呢？大木头，我才不会那么傻呢，把你放在心上自讨苦吃。你的心里要是没有我，就不会一知道股票要跌就马上打电话来给我，更不会夜里到公司来帮我。还有这件衣服，你为了这件衣服掉了公司的文件，被我骂了一顿都没有吭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放手啊！这么久了，如果有发展早就发展了。我现在已经有个很好的男朋友，也许我和你根本就没有缘分。我们要是没有缘分根本就不会碰上，你那天也不会借雨伞给我。阿贵，想其实一直以来你对我有印象也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长得像你老婆，就因为我像她。从你认识我的那天开始，你就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女人。你的嘴上虽然没有说，可是你的心里一直都看不起我。无论我多努力上进，你也一样会针对我。你会称赞全世界的人，你都不会称赞我。你对全公司的人都很好，就是对我不好。现在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全心全意疼我、对我好的归亚男。听说是你叫他追我的，你还能怨谁？因为我觉得他所有的条件都比我好，我以为我可以做得到。但是当我看见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不开心，我嫉妒，我该死，我吃醋，甚至于我把我送给你的水晶球也偷偷的拿回来了。我以为送出去的东西很容易能拿回来，原来没那么容易。荣向海，你知不知道你很自私啊？我是很自私，但是我自私是因为我喜欢你。阿贵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向海啊，我只希望你能够留在我身边，以后每个下雨的夜晚我都可以陪着你，保护你，帮你挡住风雨。山海，山海啊，阿贵。哎呀荣先生，你大婶什么事啊？原来我没有带家里的钥匙，我今天要到你家里去睡觉了。哎，走吧。走啊。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，擦干你伤心的眼泪，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。路。
遥远，我们一起走，我要飞翔在你。